说今天应该会准时，所以就先提早了。太早了吧？七分钟而已，还好吧？请大家去帮我，叫一下大家，说我提早了七分钟。谢谢肯尼的 kiss 猪猪。没有，是没错。晚安。我想说就先开嘛，虽然我也没有要干嘛。恭喜第六名，耶！大家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眼睛好痛，那是里面长了什么？魅力猫儿依然美丽，不要太开心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个是在还不知道我第几名的情况下拍的照片，所以我姑且是把第一到十三我都拍过了。全部都拍好了，可是真的是，我想说放出来好像不太好，就没有放出来。他们非常喜欢我拍十三名的那一张，所以我只能在直播给大家看。谢谢香槟，谢谢吉米粥，午安，跟大家分享。可是我有的有多拍，有的没有多拍。这小心关掉。往哪边来的？这边。是怎么样？谢谢北人的带你去流浪。十三，还好十三没有用到。还好没有用到十三。
且阿红的背包，对，还不是那个表情。谢谢圆滚滚的列车旅行，耶、yeah。差距，因为不知道拍什么，就乱拍。我真的是不知道拍照可以比什么，可以再一次不行啊！我没有十三米。谢谢大家，终于结束了这个活动，突然又闲下来了，大家。公演，公演，对啊，公演，但你们只要看就好了，应该是还好吧。谢谢吉米做的香槟，香胖，胖。说要喝水，没有，我只是说说而已。一个人抽选，大家真的敢坐在那里吗？我个人是觉得超级尴尬。有啥不敢？假如说你就看一首，就可能还可能会很蛮开心的，但你要坐在那边两个半小时啊，一个半小时，快两个小时。幸运的机会，结果坐在那边没有人要跟你互动，他摆好时间。我怕他会被那个，就是被搜查，说那个人是谁的，是谁抽到？忍受孤独。对。都在看摄影机，我们已经不知道了。但如果假如说有线上跟线下同时的话，应该就可以不用看镜头了吧？因为姑且我们八月是全程盯着镜头啊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你就是盯着镜头。超随便的，有人看得出我现在很随便。每次不都这样？我有每次都这样？我很久没有卷了吧？变灵异特写，微卷，现在还感觉比较认真点，是没有错，因为我本来就是直发。其实我只是要绑起来，我没有想要卷发。为了绑起来，只好先这样子。现在是蓝色。
很久没剪进，我是说我卷得很随便，我是说我卷得很随便，不是说我不是说我卷法很随便，好像没有解释到。我没有解释到。有点复杂。我也觉得我刚刚说的有点。不是说卷发很随便，是我卷发卷得很随便。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这样是对的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刚刚在讲什么。今天没有卷，但是今天对，今天我有卷，但今天就是他有卷而已，他有卷。我只是就是意思意思，我要让他有卷就好，不是我要让他很漂亮的卷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简单大致，对对对，看起来不直就好，对的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可以看到，我都看得到，看我想不想看而已。如果大家的话太奇怪，我就会装作没看到。不卷的话就会岔出来，所以我要卷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没有其他的理由。期待花代表，我想见到你，现在大家都见不到，大家都见不到，只能看公演。大家现在。两边不一样发型，当然是要一样。随意随意，我们速卷速卷。辫子，辫子很棒。什么时候大家说过辫子很棒？可以看到公演就是赚到，可以看公演哦。这根。一直都是辫子牌，是吗？第一次听说。新的 C 位，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来。我先期待日本的，日本的应该比较快吧。九月多少？九月二十七，八月底有 MV 可以看，是吗？今天吗？今天晚上八点还是什么时候？我不知道那个是日本时间还是台湾的时间。稍微卷过会比较它比较容易缠住，所以
就是它不会岔出来，就是它不会从这边岔出来这样子。台湾七点，五担心法师，大家猜啊，猜五担心法师。台北是晚上七点，晚上七点。我有开提醒，只是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每次开提醒，但我都是还是没有看到。现在是不是日本那个什么58单？58单有视讯会，大家有去抽什么视讯会吗？线上握手会，不用第一时间看，是没错，有，不会讲日文不敢抽，加紧有抽一点，真好，我也想抽一下，那个要怎么抽？我是不是没有办法？真好，我可以抽吗？我不能抽吗？可以抽一下吗？我也是粉丝啊，不行哦。要先买到单曲，他那个还没出吧？是什么预购吗？直接赖私信。笑死！你不懂，你不懂，参加活动跟私底下不一样好吗？我也想要参加一下握手会啊！他有没有付钱？对。浪费钱？哪有浪费钱？这不叫浪费钱。没抽到再试训。抽不到吗？很难抽吗？大家有抽吗？抽起来刚好，对啊。大家抽了就当作是我的，帮我打个招呼。所以我也想参加，所以我也想要抽一下。只是现在有些人抽不到，对对对，有些人满了就抽不到。抽到先报林一的名字，弟弟自爆，不会啦，他们不应该不在意吧？私讯不要不要开私讯，我会紧张，我不行，我没有办法讲话。上次好像有人这么做过。哦，上次好像有诶，握手会的时候，握手会的时候，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行，想和我握手，不知道五单的握手会是什么时候，大家如果来得了的话，一定要来。秦小琴跟我一起壮胆，壮胆。刘小琴这么没胆的，他跟应该跟我比起来，他也是个没胆的。明年才握手了吧？我也觉得应该今年很难。
看到吗？这根是什么？这根是什么？这根是什么？这根是从哪里来的？意外，他看起来很勇敢。他吗？他没有吧？不会绑辫子。遇到推应该是一样。哎，我是绑错。做多的剪掉，最方便的方法。One more。没事没事，很快很快。这是。失败了一次就不会很想再绑这个发型。突然不会绑，太久没绑了。辫子怎么绑？就是看运气，我每次都看运气，就是两边绑不一样就算了。换一个发型，我很常做这种事哎、欸，有可能我在直播前想说哦我要绑个什么这样，结果我就绑到最后一刻一直没绑好，我就会放弃，拆掉，全部拆掉。为什么我觉得左边头发比较多？哈，没分好吗？不知道，我觉得左边头发好像比较多，是不是？有分好，大部分时间都在绑辫子，也是蛮好的。嘿嘿嘿，差不多。这是什么扫把？听话，就是刚刚没有认真卷的那个，刚没有认真卷，所以就变成这样子。夹子，我夹子可以吗？哼，看起来还是不能随便去。你为何不听话？
不卷了就用死。下面不需要你卷，下面不需要。算了算了，为什么这边好像飘起来？你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边也要重绑是吗？我生气哦。嗯。后面看不到，就是看得到，好不好？那个有点明显，没关系，我们要学会速速。不会的，这次会成功，这次会成功的，希望，希望会成功。发型真的是要很多耐心，所以我每次公演的时候，我都会很懒得绑。公演前我就是一个好不想绑头发的心情，因为一样要卷，一样要卷，卷完再绑辫子。不能是对，不能乱转，拉紧拉紧。那因为公演不用绑到下面，公演就绑到这边就好了，所以这边乱了就全部扎上去。然后还没有，没有什么。没有贴刘海，因为我没有用刘海啊。这个就是我刚起来，我刚起来的刘海就是长这样子。呵，昨天我是吃什么贝壳面，青酱贝壳面，烫。
包子的啾啾你哦。松露薯条没有哎、欸，他说没有松露，所以就就换了其他的。丘比兰的发型是蛮方便，短发，只是我觉得我还好。还是不一样长，好像有一点。刚要往这边，往哪边才是对？这边才是对。这样。松露薯条，松露薯条有很好吃吗？我松露没有什么兴趣。松露就是比较臭的香菇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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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比较，人家比较贵，比较贵，所以比较臭。我觉得他是错的，我是觉得还好。钱的味道，钱的味道。我是没有，我是普通啊，要吃还是可以吃，只是我没有很喜欢那个，我不会为了他花钱。记得好像之前什么 Seven 还是什么，就是微波食品里面有松露，然后就觉得松露很臭，就觉得松露很臭。很恶的食物，什么叫做很恶的食物？很恶的食物会很好吃吗？要花那个钱，对吧？哎，投胎，谢谢阿红的夏令营背包，蚊子烧，蚊子烧就是猪，就是蚊子烧嘛，蚊子烧很好吃啊，它只是看起来有点恶心而已。蚊子烧就是很像。很像小婴儿在吃的东西，婴儿食品，对，这要丑丑丑丑。副食品，对，礼乳食品。绝对不是那个什么东西哦，对，那个颜色还很像，颜色就还是那种颜色。就这样呗，
正常也是没有正常，因为我没有喷发胶，所以它会动。谢谢十一的戳戳你。被动才是正常的刘海。明天就是九月了，大家，很快，明天要开学，有。哦，不是我，有人要开学的样子，大家的开学季，哎呀，我的头发散落个。明天要开学，九月的升学露肚子吗？我没有认真看，应该是没有。准备开学了，上课时间看不了直播，好好上课，不要上课看我直播。路上会少很多人，是不是？平日终于会少很多人。放摄投影机，我觉得很可怕。我之前听说有人的直播被粉丝投影在班上的那个投影屋，跟大家一起看直播，超尴尬。小雨前这边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里，这个是 reset 会有的淤青吗？那也是蛮厉害。时间人变很多哦，的投影幕吗？好像是说就是那种不是有那个的吗？谢谢花生的啾啾你哦。啾啾你哦。怎么看都不像是 reset 吧，也是会用到吗？哦，好像会，是吗？测试一下，get 不到 ，get 不到。终于开晚会。睡吗？可能会用到吧。睡觉的时候踢到墙壁，我没有印象，如果踢到的话，应该会记得吧。独自住脚鬼，会鬼得到吗？现在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没有啊，这样子吧。这样也没有啊。那我不知道。听到了就起床。听到会起床吧，很痛的话会起床。因为除了 reset 也是没有什么原因。能带护膝吗？可以带啊，只是我不想带。我们之前有买过护膝，可是它的护膝是用魔鬼粘黏的，就很，容易掉，所以那个。在想要不要买那种用套的，可是用套的拆下来又很难拆，就不是很想要穿。你有用过吗？就是用了第一天吧。不是有那种用套的吗？这样子套上来，那个不方便的叫做脱不下来，但是就是不会滑下来。
的比较紧，对，套的比较紧。很闷，对，我记得我以前国小的时候，就是躲避球的时候都会套那个，现在才发现戳戳你，都会套那个。球队的时候逃过好久，对，我那个躲避球队，国小的时候曾经有过，那是什么时候啊？五六年级的时候吗？好像是五六年级的时候，突然就有了一个排球队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五六年级的时候突然有了排球队。好像是因为我们班那个转学来的很会打牌躲避球吧，然后我们就突然有了躲避球队。还是会觉得麻烦没在逃，因为就很丑啊。就成立，我也不知道，就莫名其妙就成立了。三四年级好像是那个乐乐棒球队，然后到五六年级不知道为什么就变躲避球队了。他真的是很随便哎，我们的社团真的是很随便，根本没有选社团的部分，就是我莫名其妙我就在那里了。昨天 SSK 的桌布很棒，有人有用吗？我每次发桌布都不知道有谁有在用。真的有人在用吗？负责丢球的人吗？我是负责丢球，我不是接球的人，因为我接不到球。我是负责逃跟接跟丢，但是我接不到。都有在用，我想说大家有换吗？还是大家只是收一下，收一下？但其实没有换。常年在学校都是体育会议室。我曾经，我忘记了，我国小的时候，我曾经有参加过书法社，好像是一年级还二年级，然后就不知不觉就去了乐乐棒球，然后不知不觉就去了躲避球。然后又掺杂着舞龙舞狮这样子。先收藏，更新就更新桌布，应该蛮适合的吧，我把它放在最下面，放在那个锁定的画面，应该是不会挡到。有跟你写过吗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选的啊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去。我没有想，我没有记忆耶，我没有记忆我为什么去，真的不记得耶。国小有社团活动这种东西吗？切到小弟，切到我跟他的脸，哦，那再缩小一点耶。舞龙舞狮就是舞狮的部分，舞龙是另外一个。然后想到什么就开什么，我不记得嘞，我不记得社团活动在干嘛。好像就是莫名其妙被找去，然后莫名其妙就参加，然后莫名其妙就又被找去其他地方，就是说换就换的那种，根本没有固定，你知道吗？三四年级的时候好像是强制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强制。
强制要参加舞龙舞狮的样子，还是五六年级啊？舞龙舞狮这个是全班都要参加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国小的时候，我们班因为宜兰嘛，在宜兰，所以我们学校的那种班级本来就很少，就是一年级大概就三个班、四个班、三个班而已吧，中校人，有到爱吗？没有到爱，中校人，就这样三班，三班而已，就三班而已。然后有一班是，好像是到五年级的时候吧，到五年级的时候。他会问三年级的好像也有，三年级的时候他会问你说你有要学管乐吗？这样子，如果你要的话，你就会去中班这样子，中班。然后没有的话，你就是校中校校人这两个去分这样子，好像是这样子。然后我那时候是哪一班来着？我三年级是小班，五六年三四是小，五六是人班，好像是这样子，好像是，好像是这样子。舞龙，一个是舞龙，一个是舞狮，这样子，管乐、舞龙、舞狮这样三个班。保护传统文化的学校，那时候有想过去管乐吗？没有想过，我完全就因为管乐很贵，管乐要买乐器什么的，管乐很贵，所以我就没有去管乐，好像是这样子吧。因为管乐要多花钱，所以我就没有去。管乐不知道是哪一种，不是国乐，有日本声，没有日本声。我记得没有什么社团，我记得国小好像没有什么社团，所以我才说根本没有社团活动这种印象。好像是放学活动，放学后面的活动，就不是上学中会有的社团活动，就是放学后的叫做社团活动。所以好像是大家都放学的时候还在学校打躲避球这样子，或是中午午休的时候在打躲避球，就是正常课堂时间没有社团活动，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。那些社团有出去比赛过，乐乐棒球有出去过，躲避球也有出去过，都有出去过啊。国小才一班，根本没啥社团，真的是没有啥社团。我国中的时候也是，国中的时候也是三班，就是一年级三班，然后二年级三班，可能四年级有四班。三年级有四班之类，然后三年级毕业就可能三班、三班、两班、三班这样，就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昨天比过健康操，我没有去比过健康操。国中，可是我不是划船队的啊！我不是划船队的，我不是划船队的，只是我们班刚好很多划船队，也就理所当然的，大家一起练嘛。我们学校就是会有那个划船比赛，那种
城市吗？还是什么？就是有电脑在跑室内的划船比赛，什么理所当然，就是理所当然的就一起船划船队很常下划船队很常下雪，划船队很常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们不在，因为他们去划船这样子。他们就是那样子嘛，他们就是可能早上五六点要先集合，然后可能去跑个几圈或是练个什么东西这样子，然后练完早上上课这样子。所以他们早上看起来都满头大汗的。好像是吧，然后可能有比赛之类的话，他们那一阵子就会消失很久。很臭嘛，就是我可能早上五六点，六点多，就好像是几点上课忘记了，六七点，反正就七点前到学校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一堆划船队在体育馆训练。看起来就超可怕，我想说哇，早上就体育课。早上会不会睡一片？他们可能会睡一片吧，我也忘记了。反正他们好像蛮嗨的，反正就是很臭，反正就是很臭。马上他们，我记得好像我国中有淋浴间，所以他们还至少可以冲个澡，换个衣服这样子，可以冲个澡换个衣服。我记得国中的时候有淋浴间，可以，他们可以用。现在是维林的告白气球。住校吗？好像有一个小房间可以放东西，但没有住校。这么高级，反正就是我记得好像有厕，我记得好像有。我已经快忘记了，我记得厕所跟淋浴间是分开的，但我们这种不需要淋浴间的，所以从来没有进去过。就是那淋浴间感觉就是为了他们而设置的一个淋浴间，你知道吗？就大概里面好像至少有三间左右的淋浴间，因为淋浴间感觉就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，就不敢进去。女生禁地没有，男生女生都有。划船队可以有女生，可以有女生，只是很少，超少这样子。那你可能想减肥这样之类的嘛？但通常你如果是那种就是很弱的那种，不能被超的那种。他通常不会让你进去，因为太麻烦了。如果你还要在那边，哦，好累什么的，他应该就不会想让你进去那个划船队。对，你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才可以说你要去参加，不然你进去如果，应该会死亡。那你有这种？我们班没有女生，隔壁班有女生去这样子，然后他们，你就会看到他们去了之后。回来整个人变超黑这样子，整个人是木炭，你知道吗？还要顾，对对对，如果不能超就不要说你要去划船队。黑是黑但有瘦，但他本来就蛮瘦的其实。动不动觉得累的应该不会想去，对。其实真的很少，女生真的很少，超少，超少，根本没有什么人会去。会去的人可能就不想上课吧，不想上
不想上课的人会去，不想要就是上课然后专心考试的人会去华山队。好好坐在教室发呆，对，宁愿晒黑跟流汗，也不想上课。对，就是有这种人。不划船愿意上课，对，我是专心坐在教室里面，坐在教室里面。变瘦嘛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去了之后回来的人都会有身上都会有肌肉这样子，训练有成这样。华船不能偷睡觉上课，可以？没有啊，他们就是回来上课的时候都在睡觉啊，都在睡觉，变装，对。但变黑是肯定的，变黑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会想擦防晒的人，所以他们真的是集体木炭，你知道吗？集体都是木炭。花山很累，花山很累，瘦身班。金石队他们的训练不是普通人可以想象，真的是很可怕。开学后比较少看直播，没问题，我们直播就是什么时候想看都有。划船企划，划船真的是讨厌，我只有划过那个，我也是有划过真的龙舟啊，只是就一次而已，就是去体验一下，真的是很可怕，那个龙舟是这样晃的。有划过那个划船机，就是那个一年一度的比赛这样。变成国手，我不知道哎，不知道，我有，我跟你掉下船，没有掉下船过，没有看到有人掉下去。抢标的看起来超可怕，你有身体可能有。十分之六会在外面，可是你的上半身要盯在外面，身超长，很可怕。你只要一个腹肌没力，你就下去。很像很像。我记得有一个是最，感觉是最废的，就是好像有一个是在打鼓的嘛，还是怎么样？就坐在前面，好像有鼓吧，我忘记了。然后他就坐在船，就是龙头那边，然后就站着。好像吧，好像有这个位置。C 位太古达人，太古达人，对，是没错啦，是没错啦。
他们都打得很用力，对，这样才有声音嘛。打鼓的不能休息，划船的也不能休息，不是吗？应该没有人可以休息吧？可能抢旗子的可以前面先休息一下。其实打鼓的好像要站着吧，站着感觉就很晃。谢谢包子的啾啾你哦。用音响播。哪首歌？没有和弦。太过伤心，什么叫做比赛前太过伤心？谁会是抢旗的？我感觉我们不可能去划真的龙舟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应该办不到。我觉得我们就是玩室内的那种就好了，我们玩室内的，室内的就够他们划了。对，室内的其实我觉得很好玩哎，而且你会看到那个划船队跟普通人的差距，人会不会不够人，音质会不够人。划几下，没有差距的奇怪。我说那个有趣的地方叫做看划船队跟普通人的差距，真的，就其他人划就想说哦，然后只要划换成划船队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大家的那个激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小组应该比较强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。Sakura 都疯子 ，Sakura 应该不管你，不管你，他就是拉着队。Sakura 会为了赢不择手段。三个有烧肉就不会输，不会输。烧肉粉，对，为了赢，我们为了赢。我们为了赢，还先前一天先去外面练大堆跳绳，为了赢，我们还约了好几天去跳绳，我们还去测那个谁短跑比较快，这样子。我们还说我们如果练那么认真就没有赢，就太难过了。烧肉感觉现在还有那个，就吃饭还要有社交距离，感觉是不太可能。
烧肉便当。我们那时候担心的叫做啊，那如果抽到不跑的粉丝，我们就是完蛋了。我们剩下的烦恼就说啊，如果他不认真跑，我们就气死了。他说我们自己跑的话一定会赢这样子，要抽粉丝。还有大家都有认真跑。是不是应该不要跑？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说，哦，我赌其他组，那我就不要乱跑，我就不要跑这样子。我说如果真的有这个人，我应该他一辈子都被我们恨。认真跑会喷飞的，因为是篮球场啊，就很滑。如果你鞋子就没有很防滑的话，真的是刹不住。午餐。喷飞代表，对，喷飞代表。午餐就是下午餐。午餐没有错，是炸虾堡。花式表演，看到超多人跌倒。摩斯是红茶没有错。这样都猜得到。他放了三个小时。脱裤秀，太好笑了，那个脱裤秀。当然不是我去买的。因为我吃了薯条太饱了。所以我就把这个放到现在。
它的薯条很粗，很马铃薯味。这个时间是下午茶，它好像有今天到今天有那个点餐的优惠是吗？用 APP 的优惠。因为就是刚才有点饱，看中 APP。好烦躁，我都把它全部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，少量多餐。蛮多的吧 ，seven 全家，什么十七罗，马吃摩托车游戏，之类的。谢嘎嘎的枫叶。最大的极限，还有什么百货公司的会员？好像可以几点，然后可以折多少钱那个？黄色 M 没有黄色 M。一加一，我很久没有吃麦当劳。每天吃素食店很贵，
就吃便利商店。好饱。我吃鸡块，我吃了两块吗？剩刚刚剩两块，是不是没奶汁所以很腻？面包很饱，面包很饱。吃完就想睡。我很久没有吃摩斯了，就是最近，其实我很少吃摩斯会觉得很饱，就今天很饱，今天很饱，之前都觉得还好，没有很饱。还有50分钟。金立方吐司现在没有了是吗？配水吃下去可以把人撑死。去摩斯只想买果冻，他那个蒟蒻什么还蛮好喝的。很久没看到那款面包，我是很久没有走过那个便利商店的面包区。列车旅行，饭团派吗？也不是，饭团真的是很偶尔才会想吃，因为是饭。可能会买微波的面之类的，或是凉面之类的。
有吃过小七的微波鸡块，有吃过，只是忘记了。我通常吃过一次，我就忘记它是什么味道。大家有没有喝过一滴水？有有有。礼拜六的晚上有喝过水。是有加冰块的，有加冰块的水。冰的可以，对，冰的可以，一定要有冰，不是常温的。然后我都有冰在矿泉水，只是我没有拿出来。今天可以带一下。不然它也是一直放在我的冰箱里面。现在你要确定你会喝等于等于，可以拿出来退冰再拿进去冰，等可以先拿出去，然后再拿去公司冰起来之后，应该就会喝。现在就喝一口，现在没有，现在好远。等于等于。一番好きなのに気づいて送れない。现在回来？不会，我带出门我就不会带他回来。退冰也不容易坏的事，对的。你一袋就是水，没有，我没有那么常带水出来。我想说，今天这个应该不会很渴，就不需要带水这样子。想喝就喝别人的。有会渴的时候吗？今天会不会很渴？就是想象一下嘛，想象一下今天会不会很渴的。
来一次，看一下，没有就看一下。假如今天是练 reset 全部的话，就带一下这样子。想喝水还是喝饮料？我的话，我的话通常都是喝运动饮料。今天是会渴的日子吗？应该不一定，看看心情。有时候就是看心情，可能今天很渴。我最近这边很痛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里很痛，这里很痛，很像拉伤。不知道欸，这阵子这是要什么？这是要贴酸痛贴膜啊？它又不像酸痛贴的。ときめきのクラス替え、運命がるように。初恋よ。会动就要看医生，我不知道，有的人不是拉伤会贴那个吗？是那个感觉吗？其实我不知道，其实我没有酸痛贴，所以我只是问问而已。今天不是有的人就是。我之前很常看华山队这边会贴一条什么，这样子。没事，我就问问。反正我就是先用拉筋看有没有办法拉开它。蓝色，有蓝色，有粉红色什么的，都看过他们凝固。买贴膜还没买。はじめまして。他这边塞了四个人呢。这首歌不是三个人吗？防止运动伤害，肌肉胶带，就是这边，这边，这里，这里有一条，很痛。本来是这边，本来是这边，本来是这边，变痛，但现在这边已经好了，现在这边已经好了，因为我拉一拉，感觉是我拉一拉它就好了，没有再贴贴的，我就等它自己好啊，我是一个等它自己好就可以的人。后面要怎么拉紧？这样子，嘿，顺其自然，对，他总有一天会好的。碰得到脚趾吗？可能现在碰不到，可能现在碰不到。碰得到，碰得到。谢谢汉的我的书桌。
感觉我身体好僵，因为我没有在拉筋。真的可以，我真的可以碰到吉他。很痛膝盖会发声音有吗？有声音吗？听得到吗？有够大声，大家没有吗？大家没有这种声音是吗？我以为大家都会有这种声音，这很正常吧。真的会有那个它会震动啊！不是，你们蹲着看看，真的会有。没有吗？大家应该有吧？我这个很久以前就有了，就这样。膝盖忘了上油，眼镜大蹲不下去，太大声了，很特别吗？可是我不会痛啊，脂肪都有润滑，耳机听超大。还是我今天去问一下 Sakura 的大家，这边还好，他到某个地方就会有。Sakura 普查，对，我去跟 Sakura 普查一下，维古力 WD40 是什么？只要起身就会有啊！哎呦，我以为这是很正常的事哎，机器人。现在用的，我是正常人，是正常。要喝油，不能喝水，会坏掉。哪有这么夸张？哎，这边很痛，这边很痛。可能我膝盖的构造跟人家不一样。感觉老了，我老了吗？这么快？是不同生物。是有声音没有错。水喝太少，你们真的想叫我喝水？哼，大家就是想叫我喝水。
看起来筋骨很软。我其实不算硬，也不算软，真的。好啦，我又好好练练习。今天碰过水，今天还没有碰过。看一下我的大腿肌，没有，已经消了。小腿肌，小腿肌很紧。小腿小腿肌肉，小腿肌是真的蛮重的。大腿，大腿也蛮重的。跑步健将不是欸，我跑步很慢，我跑步不快，空气椅子。没有以前明显，其实蛮明显，撑得住跳，撑得住，撑得住。他只说我不会啊，我的腿在痛，我腿在痛的地方是一个奇怪的地方，就是他有时候会痛，但是有时候不会痛。没有办法这样蹲，你说怎么蹲？这样子蹲。亚洲蹲，这不是正常人都办到，男生办不到。男生办不到，往前，往前就不会跌倒了。大家蹲完站不起来，肚子太大办不到。棒球捕手蹲，棒手捕球蹲是这样子吗？这样，是不是要说一下那个什么前十二名怎么样的？我要用这个姿势跟他说。啊！死亡！哎呀！
练习热身，强热身就练习，膝盖声音真的很可怕。好嘛，我今天去问一下沙普啦，是应该不可能只有我有这种声音，他怎么讨论？最后真的只有你这样，不会，我说一定要半蹲，半蹲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声音。半蹲的时候一定会有，谁最大声？跟你讲，半蹲的时候一定会有。猜瘦的人应该会有。那就，反正就一个月更新一次，是吗？我上次是说一个月吗？还是什么？月更，月更，怕我太频繁会放弃。OK， 那就这个月截止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跟几个月没有说。那先跟十二个月就好。今天就是还好啊，不需要争那个第一名是吗？不需要争那个第一名，反正大家都看得到。这个月截止。然后九月底发，九月底截止，十月底发，这样子怎么样？从一到十二抽，还是你记忆抽？也是可以用抽的。嗯，这是个好问题。过度运动是吗？那应该 TV 都要有啊。所谓的那个收柔，收柔没有，就是像之前那个现实动态那样而已吧。要看月榜，看月榜，然后抽吗？所以我要下载转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抽签。抽签要怎么？次きの涙。OK， 我下载这个。ルーレット。现在看榜吗？嗯，现在看榜也是可以。每个月翻一次除十二。什么意思？念完排名后解散，好啊。反正就是，今天算一次嘛，然后九月的某一天，九月的某一天上传这样。不是这样子的。好嘞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样子。一，然后嘞，这样子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个。
比较有趣。不会有口白，不会有口白啊！我说我没有要唱歌，我只是跳个副歌这样子。只有音乐，没有我的声音。口白时的嘴型，你说对嘴，对嘴可以啊，对嘴，然后嘞，我要怎么用 ？Set 是什么？啊，按错了。然后要怎么用？没有，我决定了，就是随机，这样大家才不会争那个第一名。我要按什么？我要按这个吗？按这个会不会重置？不会吗？应该不会吧。Set。OK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这样子。就是月榜的第一名到第十名可以参加这个抽选，你如果抽到你就让你选一首歌这样子，就尽量是我听过的歌。你只抽一个不怕重复，对的。大家要不要先说有什么？给复数歌单让你一条哦，也是可以啊。今天直播念完抽，对，拿个笔哦。抽成 cover 到年底嘛，也是可以啊，就看我能坚持到什么时候。这样子，这个还有调整空间，我如果想改的话，我就会改。除非我没听过。哎，笔去哪？这里。滚动式修正，指定直播中决定歌。你告诉我，你给我五首好不好？你给我五首，给我五首，然后我决定了，我就发现实状态说，这个九月。九月选的哪一首这样子？你可以给我排名啊，我就看我选哪个。五首会不会太多？你如果真的想不到三首也可以好吗？如果你有很多希望的，你就给我很多也没关系。所以就是小盒子给你，对，要记得给我，要记得给我，三到五首。假如说你有很多想要的，你就多写；如果没有，你就三首也可以。
我选我选这样子。我怎么写？我记录一下。今天是8月31号。我用红笔会不会不吉利？不会吧？嗯。我什么都不喜欢，应该是不会吧？我先看一下，不是红笔， okay, 看一下。练习导论还是我自行决定。我如果真的选不出来，我再跟你沟通，直播跟你沟通。啊，你这个不行哦，你这个淘汰，你这个淘汰。看一下哦，月榜对不对？现在的月榜是吉米粥、北原、十一、花生、包子、夜市冰泉、林果、金柚、波汉、阿基拉。现在是这样子。姐妹团的歌应该也可以，对，我知道的话，选 NG 歌。给压线期限，什么压线期限？你说选歌的压线期限吗？没有，没有吧？希望我有时间的时候，尽早，尽早这样。太久没有给你歌单。反正今天抽完，你有办法今天给我，也是蛮好的。过了一个月还没给，就自动弃权，我帮你弃权。压线，压线。压线，月初五号。月初五号要交决定歌，月初五号。下次直播前哦哦，谢谢交的香槟，六连击。下次直播是明天，明天钱给你。在下次直播要一个结论，这样子。领薪水时记得给歌单。好多蝴蝶哦！选歌是这么难的一件事情吗？选歌没有很难吧？截止念排名吗？差不多，主要还要看舞蹈。
你可以给我一首，有什么歌是没有舞蹈？绿草地。谢谢包子支持你哦。给了一首没舞蹈的。一定是命中注定的下雨。没有，我就是尽量还原，尽量还原，没有动作就没有动作，真正 free， 真正 free， 拼图吗？拼图有那么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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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换过整个副歌。好了，那我要先念排名，我先念今天的，今天的排名。今天的第十名。今天的第十名是十一。现在的十一，第九名是花生，谢谢花生，谢谢花生。第八名是汉，谢谢汉，汉汉汉。第七名是圆滚滚，谢谢圆滚滚。第六名是嘎嘎，谢谢嘎嘎，谢谢嘎嘎。第五名是法兰森，谢谢法兰森。第四名是北原，谢谢北原，谢谢北原。第三名是包子，谢谢包子，包子。第二名是啾，谢谢啾，谢谢啾。第一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，感谢大家，哈哈哈。我来看一下目前的月榜。参赛者是吉米粥，二号参赛者是北原，三号参赛者是十一，四号参赛者是包子，第五名是花生，第六名是夜市冰泉，第七名是林果，第八名是粥，谢谢粥，第八名是金柚，谢谢金柚，第九名是粥，第十名是博汉。怎么样呢？最终排记录一下，到这边，八月参赛者，八月参赛者，行きますよ。行きますよ。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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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谁？第三名是十一，十一，第三名是十一，不要慌。
十一一生，十二十一第二生，十一在吗？谢谢谢谢香槟。接受贿赂，接受贿赂。その中に何がある？是一直想当个安静低调的美男子。他的香槟，好的，用香槟发声。那就等待。记得给歌单，没啥看过十一说话，十一不常说话。想不到哪首歌可以找你。我来看看九月是什么时候？九月是九月三十前，有歌看就好。最后一次直播，我是说我要在九月底前发这个限时动态。谢谢大家，等我决定好就会发现是大概。期待普查，提醒我好吗？提醒我要普查，提醒我要普查。记得问膝盖，大家很期待是不是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礼拜日记得要买票哦，谢谢。辛苦了，辛苦大家。八一，膝盖录音，拜拜，开学加油，大家，谢谢大家。